部长吗？啊，经理部长。赖委员长。你好，是。这个哈，我觉得今天大家会很关心一个题目了，就是你每年强制要还本的哈，我觉得5%太少了。你如果要，我刚才已经学个提案的了哈，我是要把一口气提高到10%了，这个7%都太少，提高到10%哈。这钱看不清这了，因为按照你现在这种还法哦，75年了，所以我给你算过哦，如果10%哦，你不要以为10%很多，即便我把它提高到10%，要还掉也要50年了。50年后，我相信在座各位哦，即便年轻的小伙子哦，一样啦，都不知道去哪里了。我等你啦，不那是五十年了国家是等一下，永你续听的我讲完嘛。了，提高了10%，没有苛刻，因为。即便提高到10%，也要50年才还得完。以你现在还的脚步，75年才还得完。更何况我没有再考虑你新借的钱喽。你新借钱没有？你现在新借的很多钱，我们现在从上一次啊，以前那个通过那个之后啊，每一次借的钱就是排除公共法，排除这那个个流量的对，限制，就要排除公债法，排除公债法。所以我们就越借越多。我跟你讲，这个都没有把这个加进来哦，都没有把这个放进来。有了，余额都包括在里提高面了。到10%，是。一年也只不过1000亿多一点，才1200亿了，平均的哈，1000到1200亿，你绝对负担得了。这是就是我要牵跟涉你强别的调，税出排五除十了，年了，是。50年，部长，如果你按照你现在做法是75年了，这个不是按年照的我问的想题法是呀，50年这个不是年的问题了，这是啊。问题我们税出的需求、税出结构上的安排。啊，那这个等一下说，那是税入多一点嘛？是。想办法税入除了课税以外哈，来，我们来看哦。其实我讲这个都有所本的哈。是。93年到97年，我们的决算税客收入都巨额超增嘞，对，那景气稍微好的时巨候，额超增嘞。对。93年超增135亿还算少哦，94年1200多亿，95年96年，平均每一年都增加超增1000亿啊。所以你的税客收入是超增的，你超增的情况之下，你还本没有多还呢，你还本只有学校5%，我觉得部长这个太消极哦，太不积极但是96年被删掉只还61亿啊，那我们要增加了，我们要增加了，对，我觉得增加了，那时候是应你们要求啊，我提醒你们啊，你们来这里这个找几个文跟你护航一下，就这样子3、60亿啊，我的主张一年最少1000亿。一年最少还1000亿了，因为政府是一千永两百续没的有啦，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尽早还完是最好，但是这样子一个安排对国家的建设支出的这些安排可能其会实影响很大。也不必讲那么伟大了哈，从89年到98年哈，你的债务还本的高达5000亿啊，占整个举债一将近举债是2兆，差不多26%了。换言之，在过去的10年左右，89年到98年，我们财政的规划几乎都是以债养债，所以我跟你讲怎么样，你们就是在借啊，就举新还旧，对，那是债一务样基金干的得操过作，来啊。对。所以没有，我要跟你强调就是说，其实在整个债务的还本这一块，财政部做的是非常消是，极，非我想常这一点还是要先这个很多人在批评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今天政府我期待这个债务它要发挥什么功能？假定最好通通不借，一毛钱不借，那没有债务的问题呀、啊。那这样子是好还是不好？我一直跟委员报告，跟大家报告，别的国家我们去看看，高度发展的国家它是三高：国民所得高、债务余额高、租税负担高。所以他们所得很高，4万7、4万3、4万1，我们只有1万8，所以我们是三低呀。国民所得低、债务余额低、租税负担低，我们是希望这样比较好还是这样比较好？这个大家可以选择，选择之后财政部来执行，没有问题。大家不要借，要不要花，不要还，最简单呐、啊。是好还是不好？不这变成国家发展的策略，部长不是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个，不然借的钱还来这个责备我们财政部。你是财政部长是、哦、是。我相信现在很多声音都出来了哈、哦，包括监察院都在纠正你这个事情哦。你要把它 take for 很 serious 看这个事情，是没有错，没有错，就是我们在这里就讲这个东西，你讲这个都是很高调的哈、哦，就是人家已经跟你指定了，已经讲了。你这一部分的管理不好，已经这样子，监察院都通过纠正。当然，他通过纠正后，我们是不以为然。可是，
代表外界很多声音。对，没有错，所以我们要很审慎，很不满意，就代表这是一般老百姓的声音，不是你刚刚一直讲那个东西，你那个已经讲了 N 遍了，大家听不进去，大家不满你这个讲法。大家觉得债务太多，是没有错，我们也了解说要非常审慎、啊、大家觉得债务太多，所以我们发行要非常审慎，人家听不进去，要非常审慎。那个是高调，是那个是高调。你如果盖了很多文字馆，有什么用呢？是，我们已经多少文字馆？监察院在审那个是资用的问题嘛？那是支出你管理的问题啊。用在哪里啊？我就告诉你，用到很多文字馆嘛，不要讲别的嘛。南部一个机场一天起价不到一架，是说那个要去检讨改进，没有错。对，我们的所有的机场只有两个机场可以不亏，每一个都亏，有必要吗？有必要每个县市都搞一个科学园区吗？有必要每一个县市搞一个这么大的停车场吗？这个是关键，所以你可以少支出啊，对不对？当然就是部长，请你不要一直在用这个 defense， 因为你这个 defense 代表无效，老百姓听不进去。我听了 N 遍了，对，听到耳朵整紧了。我刚才报告，可是监察一样纠正你。因为政府是一体的嘛，今天政府是一体的，税出面的节俭，这一定必要做检讨的。没有，是这个部长财政部有他的立场。是，你的立场就是说，我的今年就是要达到，我要强制还本1000亿，用这个的角度来讲，我的举债减少，因为这么多声音出来了。包括监察院，对，没有错、啊，监察院是我们在各种会议部长是这样子的表达。监察院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单位，正式通过给你的财政部的纠正案，说你举债。刚才我也报告，你要 take for 非常 serious 的事情。两件事情就减少了1510亿的债务啊！我两年做这两件事情，就减少1510亿的债务的增加。其实，这我们每次会议都在处理这个事情、啊。其实还有一部分呢、哦，你们财政部除了税以外啊、哦，还有一部分呢、哦。你们都没有积极在处理的，啊？请问你，我们整个国家哈、啊，是总资产多少？总财产多少？你可以处理的总财产多少？总财产，我看看这里报告，事实上也有写了哈、哦，就是说总净额是33兆多哦。真的可以处理8兆多啦？哦不，这个当然有些东西是不能够处理的，像学校的土地我不能处理呀、啊。哦，你可以处理多少？你可以处理基本上财政部管的只有8000亿而已。嗯。财政部管的资产，你管的8000亿，八千亿。可是国家的整个来讲有8兆多都可以处理的，即便你的8000亿，你也处理的太慢了、啊。问题我们卖地，大家又说不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不行了、啊，不能用卖的方式，要开发了。对啊，设定地上权啊。对对，没错。今天我们看那个营建署设定地上权开发四大开发案，是。那你以前在台北市政府？这个，所以我来这两年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啊。部长，你以前台北市政府这个财政局长做得很好，可是来这里都没有看到你在做啊。有的在弄了，一步步在推动了、啊。有了，有了，有。那跟我们讲一下。有财政部，我自己财政部管的部分，最近就标15块地做设定地上权啦、啊。以前都是卖掉啊。说来这两年必须做制度性的调整，第一点，第二点，很多业务相关的作为规范要做检讨。这两年大概做这个事比较多哦，所以这点特跟委员报告。因为基本上讲起来，我财政部管的国有非公用财产只有8000亿左右。我知道，这财政部管8000多亿。对，其实你可以让他不要说多嘛，你八千多亿管一下哈、哦，你让他一年给他赚3%，他就有多少了？是没有错，所以我一直进来了，一直在努力啊，一直在努力。请问你这个8000多亿，你有没有一年赚个200亿回来？就是说这里面设定也没有啊，有差不多我们出租出售设定地上权权利金，你的8000多亿啊，你一年进账多少？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出租进账多少？我记得没错，大概不到200亿了，不到200亿。8000多亿，不到200亿的规模。八千多亿里面又分好几种，真正可供建筑的大概只有2000亿，剩下的是国家公园、保安林，真正我财政部可以用的、可以处分开发的，大概只有2000亿的土地啊。所以这里也要跟委员做说明。这个不，我们会努力，这个一定要努力的，没有错。政府可以动用的财产是，不要讲学校那个都不能动，那个不能，那个还可以开发了，可以动、可以开发有8兆多了，对，8兆多。所以我们有你手上可以去把它去赚钱的有8000多亿了，这一直在努力中，所以行政院也成立这个专案小组，由副院长来主持嘛。我们前几天才开会，对各个公用财产的管理、开发、使用、收益，哦，都要去做努力，哦，来挹注我们政府的财务。这点跟委员报告，我一直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政府的裁员说都是人民的负担，那只是负担的形态不一样，它有税、有费、有捐、有债，有的是现代负担，有的是后代负担，但不管怎么讲都是人民的负担，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审慎来规划、来安排，
让它更合理。我们就不要讲说什么潜在债务好了哈。是是。我们就以现在政府未偿债大概4兆多嘛。4兆多是快要5兆了。中央快要5兆，就是中央的部分快要5兆，这个都同意了哈。是。什么潜在10几兆呢都不讲了哈。是。5兆就是平均每一个人就是负担20万了。差不多。差不多20万。对。包括刚生出生的 baby 就要背20万，现在人口老化，现在台湾的人口出生率全世界是倒数第一啦。是。未来生产的人越来越少，越还不起。其实我们真的很忧心这一点，我们都没有看到政府。所以他就从不同的形态来偿还嘛，从税、从费、从捐这个部分变成政府的收入啊。我跟你讲，我们现在人越来越少，以后然后越活越久，医疗保健好，越活越久。这个以后经济会讲过嘛，以后大概要两个人养一个人啊。这个担忧变成整个这个社会人口政策的一些问题。对了，但是部长，是我再跟你强调一点哦，这个东西你现在不能搞到你的讲法一直唱你的讲法，可是社会是没有共鸣的。你刚才那套讲法哦，社会是没有共鸣的。社会的共鸣就是我想为什么社会共鸣，因为监察院这样子正式的给你通过纠正案来纠正你的举债太多，债务太多，就代表这是代表是这个其他一个机关。当然我们最好票接是最好了，你要很 serious， 是把它 take 那一定的，当然我们就很审慎的处理。 take 怎么样能够增加每年的债务还本的金额。 对这个是需要，而不能够局限你那个5%。很简单，如果你要局限，我要去修法把5%改到7%、8%，我就去推动。我今天正式提案了，说10%好，我已经正式提案了，已经几个人给我连了，每年债务还本10%，一年还1200亿，我已经提案了啊。但是呢，如果你硬要那样，那我就修法，把它不要说修到10%，我修最少修到8%，我觉得强迫最少8%，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少做一点，没有错，少做一点文资管，绝对是国家人民之福。对，这个支出面的节俭是一定要的。我们的人口太老化太严重了，年轻人越来越少，我觉得执政者特别是部长你这个位置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好好的放进去，这是社会共同的声音，好不好？没有错，没有错，是好，谢谢。